死了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哦，哎，哇，好漂亮的螃蟹，就你了。狂吃螃蟹的小朋友，就你了。给俺吃，好漂亮的蛋挞。虽然蛋挞好看，但是不能乱吃。哎呦！真是美味。哎，大王，哎，这个。波灵灵，我就喜欢漂亮的食物。虽然看着漂亮，可那是我用橡皮泥做的假的。怎么不早说？我肚子好疼啊！波灵灵，魔王又出现了，我们得去找李时珍爷爷。我知道，但首先得是把我放下来啊。哎，跳！哎，波灵灵，百草仙境。爷爷，不好了，魔王又捣乱了。嗯，爷爷，你怎么了？心事舞蹈？孩子是中了亵渎了。中毒？哎，别紧张。我有办法解决，只是还需要一位紫苏。紫苏？紫苏是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对土质要求不高，具有奇异的芳香，所以常作为调味品，也可以发汗解表、理气宽中、解鱼泻毒。孩子们该出发了。出发，草本仔。快拿解药啊！还没研发出来，大王，我这就把衍生的小子抓回来，将功补过。机会来了。罪人蛋挞轻松取胜，用什么蛋挞啊？直接用武力解决。有智取。那个，俺想了想，还是智取合适。苏仔最喜欢美食了，这下一定能上钩。啊，快先躲起来。哇，好漂亮，一定很好吃。不好，是禁食魔他们。禁食魔，别想伤害紫苏仔。波灵灵，仔仔出击了。闪光怪，别上。为什么是俺？哎呀！你们把紫苏仔怎么了？别想动我的蛋挞。哎呦！禁食魔，别上，走去找菊花仙子。找菊花仙子，菊花可以匹配。好嘞。布丽
紫苏仔有救了！菊花仙子，菊花仙子，菊花仙子不在，这可怎么办？那两个坏蛋肯定很快就会追来。啊，这么漂亮的花，一定可以解罪。这样才行。可能是拿错了，我来换一种试试。这个好像也不对吧？对不起，又搞错了。这下你没有帮手了，投降吧。啊，做梦。菊花仙子，人多欺负人少，不公平。确实不公平。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得救了。我的头，你们两个坏蛋陷害我。是你自己上钩的，菊花仙子，接我一招吧。孤零零，让他们也尝一下这蛋挞的厉害，掩护我。别冲动。别小瞧俺们，尝尝俺们最新的合体绝招耀眼狂风。最终获胜的还是我们。快放了草本仔，都怪我，是我的失误，让我来替换草本仔。不要。紫苏仔，借用你的魔法。搞笑，这都能打偏。漂亮。草本仔，机会来了，出击！孤零零来了，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！孤零零，草本精灵出击！来！上峰会！上峰会！紫苏仔，你清醒了真好。真是都是因为贪吃才……一会儿再自我检讨了，现在需要你的紫苏精华拯救大家。好的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伍。钥匙公园健康之源，玻璃心天人合一，这一次别再想爆炸。救命啊！笨蛋，连我都敢打！大王他指了罪人丹塔，这神经不清了。格林林成功了，耶，赢了！还好不是太严重，很快就会好了。谢谢彭院长。这下知道了吧？螃蟹吃多了也会中毒的，以后啊要多加注意。哦。
这么冷的天儿玩个没完，就你了。热气，哎，大王，我去打热水给您泡脚取暖。嘿嘿，草本仔看好了，一击必中。哎呀，药精石有反应了，快！孩子一直捂着膝盖说冷。别着急，我来看看。李商，驱魔丸。草本仔，咱们赶紧去找李时珍爷爷。哎，跳，跳，五零零，百草仙境。出现了，别着急，孩子只是天冷运动过量导致了腰膝冷痛，我已经开始配伍了，只是还缺少一味肉桂精华。肉桂？肉桂树是中等大乔木，喜欢温暖湿润阳光充足的环境，一般栽培在沙丘或者斜坡山地，树皮对治疗胃寒肢冷腰膝冷痛有一定作用，肉桂粉可是一道不错的美食哦。孩子们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嘿嘿，没问题，出发，草本仔。我零零，出发。用来对付衍生他们应该是再好不过了，嘿嘿，让俺再给他加点料。哈哈，搞定，他们果然来了，得找个地方藏起来。肉桂仔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。草本仔，你看，啊，是伤风怪，波灵灵，看我的！别着急，这坏蛋一定又憋着什么坏招害人呢，我们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波灵灵，听你的。哇，好美的雪山啊！草本仔，我们来打雪仗吧，看球！哎，人。俺忍，波灵灵，看我的，哎，忍，俺再忍，疼死俺了！你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！可恶，快跑！想跑？站住！不好，中计了！差点忘了，俺有陷阱的呀！啊！嘿嘿，看你们还拿雪球打俺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冰窟，瞧好了！哈哈哈哈！看俺把你们冻成冰块！干嘛呢，老兄？没干嘛。肯定藏了什么好玩的东西吧？让我看看。救命啊！肉桂仔，救命！有人掉进去了，快救人！哈哈，还是先救你自己吧。嘿！哎呀，俺的脚！想陷害我？嘿！啊！别追俺！
还害人。肉桂仔救命，这就救你们出来。什么情况？别白费力气了，快把冰盖打开。俺被冻住了怎么帮你？你得先放了俺。肉桂仔别上当，在我的威力手套面前谅你也耍不出什么花样。快把冰盖打开。好的，放他们上来。遵命。糟糕，高度不够。这简单，小心肉桂仔。我的手套。给俺下去吧你。你们在冰窟里团聚吧，只要等到太阳下山，你们就会冻成冰人，本大王就可以去邀功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别着急，我有精华之气呢。怎么了？糟糕，精华之气不够啊，我有一部分精华之气在手套上。啊，那可怎么办？要是威力手套在就好了，只需释放一点精华就大功告成了。伤风怪可不会把精华之气还给我们。等等，我有办法让伤风怪帮咱们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应该被冻成冰人了呀。还好温度不够低，否则就危险了。波灵灵，这温度好舒服啊。还好伤风怪不知道威力手套能释放冷气，要不咱们可惨了。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哎呀，怎么突然冷起来了？继续。哇，加油。这下他们应该就冻成大乌龟了吧。我的精华之气，哎，啊啊！啊，不好！我的手套，现在看咱们的了。百草精华，为我所用。草本仔出击！啊！波灵灵胜利了！肉桂仔，魔王还在捣乱，我们需要借你的精华之气彻底击败他。嘿嘿嘿，开始吧！好嘞！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人合一。大王，笨蛋，失败了还敢回来？按我说的做，孩子很快就好了。一定要注意了，这么冷的天气，孩子千万不能运动过量啊。嗯嗯，多谢彭院长。